班嘅千五咧，马上就会展开一起舞嘅时候，咁啊，有次阿刘泽我见到喺后面闭咧，就系嗰只咧就闪耀阳光嚟噶吓，咁啊，睇下佢点样追翻上前啦。喺前边咧较为快啲嘅咧，见到天地翱翔咧摆咗喺前面，哇，一飞飞咗出去噃，见到阿蔡贤武啲嘅闪耀阳光啊，乱晒龙咁。咁啊，然后咧，联安小子喺个第二位啊，里边胜利王星咧留住一个第三，哇，逢马过马，见到啊，呢个闪耀阳光咧冇马带喎，而家闪耀阳光。结果咧喺对面咧就大概一千嗰度咧就带翻出嚟先，咁啊然后咧包尾嗰几只马咧就梗系噶啦，唉啲劲威王啊喺尾咧起快啊嗰啲，梗系喺后边噶啦，珍珠劲王咧都系喺尾四度啦吓，咁啊而家褪下褪下咧满贯福星啊褪咗落去包尾，好啦咁啊放头啦喎，只闪耀阳光而家唉真系都唔知点样跑啦，总言之就带嚟大概个零马位左右啦，咁人人都系留住嘅啫，天平翱翔啊守住个第二位啦，仲有个马位跟住嘅咧，然后。就系呢个联安小子，咁啊一个马位跟住内档嘅咧，就系呢个胜利王星啦。咁啊又飞出去啦，又有只啊满贯福星啦，中段踩油啦，踩出去出面，后面上嚟咧仲有只珍珠劲王。咁啊而家中间咧仲有只联安小子喺前面啊一闪咧，天庭翱翔啊支咗出嚟先啦。喺大外档上紧嚟嘅有只满贯福星啊，逢马过马咧喺外档已经支咗出嚟噶啦，后面咧追上嚟嘅仲有只珍珠劲王，不过就第二嘅啫。就应该咧，就联安小子啊，第二嘅珍珠劲王啊，第三。